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“三年一轮，好歹照轮”。大家拢知影讲，差不多两三年都拢隔一个月，旧历啦，农历哦，拢会隔一个轮相月。啊，这个轮相月呢，就是固定的。啊，不过固定的呢，伊这个天干地支都会改变嘛。啊，改变的时阵，咱的运气。就是跟咱咧譬如咱咧运气同款，无人讲吼火定定红的嘛，吼伊嘛是有冷气的时阵。就是咧，比如讲，咱人的时势，只要你努力去打拼，总是有出头天的时间。所以你唔通讲啊，家己运气就歹啦，我这世人可能就是安尼啊。你放心，真正会三年一轮，好歹照轮。